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外面50辆警车，500多个警察，我告诉你，千万给我小心一点，臭小子！你放屁了！你告诉我，林星辰在哪儿？他在上面跑掉了，你不会看啊？喂，星辰。 拳头正痒，你就送上门来。林星辰，你不要动。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到我，你看我也不是那么没用，我自己逃出来了。OK， 你先不要激动啊，一会儿有的是时间讲你的事情，你不要乱动，走过来，手给我，别往下看，眼睛看着我，来，慢慢走，把手给我。 星辰，江念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不会晕倒的。你在我的怀里，江念宇，我真的很爱你。 找东西接住他们，林星辰，闭上眼睛报警我。
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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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。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四天以后了，我错过了许多事。你醒了。